有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，你还记得这个事吗？你看，你看，哇，这忘了对不对？老师有接吗？真的，我接啦。我跟你讲什么？你说，高度要去带你妈妈上课那个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确定记得？我记得，但我知道你那天喝多了。你要到我妈妈那边去表演，对，我记得了。你叫我去那个，但你还记得吗？你确定、哦？我记得有接洽嘛，有接洽，对对对。对对，我接下了吗？因为你那天喝了有点大舌头。真的吗？老师，老师是你吗？是你吗？那不是我，是我妈。是你妈。老师，我一听就知道。不要把师兄。